这是苗栗后龙，啊，想要找所在食饭，这有一间嘉嘉的传统面，要看吗？其实，找位这间来，是因为伊伫网络的评价袂歹呢。先伫外口甲伊观察看看，伊有啥物款的小菜啊？哟，啊，内底真清气款。谢家意面嘛，哦，你家意面那家有，啊，意面那家有，你们不一样，我们自己特别做的，啊，自己做的，那你说自己做的吗？对，面条自己做的，好，跟外面不一样，啊。啊，这是伊的板条，敢若用目睭看，啊，就感觉伊的面还是板条拢真水。南瓜，所以家己种的南瓜，哦，是这个角哦，对啊，水晶角啊，哎，看起来好正水哦，对啊，爱着讲伊家己种的南瓜，家己种的菜，哦，嘿，嗯，好，百香果，青木瓜，啊，淋百香果，哦，对啊，嘿，另外这个百香果的汁，哦，啊，这是青木瓜腌制跟百香果再混在一起，里面为什么是做细啊？不能不像人家一般是做粗的，因为特色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中部的话是比较那个比较多细的，有的是白的，哦，白的那种小蛋，那个比较白的那种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就是比较跟人家不一样。啊，你想要哪地方可能的吗？蛋黄，就蛋黄面，哦，有点像蛋黄面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